随便夹随便捞，对的位置再施展二收技就可以满载而归咯。太刚好矮黑梅森今天来到高雄的放好玩亲子乐园，目前在古山和小港区都有哦。各位准备好零钱，我们准备开工咯。这里的商品一样非常的多种，梅森看到许多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小朋友来这夹，听说他们有把难度调整哦，让小朋友也可以轻松出货，玩得很开心。大家看影片中我一直出货一直出货，好像很厉害对吧？但其实我也交了一些学费哦。如果你有不懂的，看起来很高难度的，还是新手朋友，都可以请教店员，他们每一位都超级厉害的，会教各位不同的商品该如何夹，会更好出货哦。所以我也学到超多的，越夹越顺，越夹越多，越夹越上头，肾上腺素拼命分泌，失败没关系，因为越来越接近洞口，再一次就成功了，20元就出货卫生纸，超赞的。现在梅森的工作室哦，满的零食都要吃不完了啦。我觉得来这里哦，不只是获得实质上的商品哦，还有和朋友一起来享受游戏和出货的快感哦。各位赶快来这里找回夹娃娃的信心吧。